灵儿妹子，你何时猜到那个呆瓜是假装失忆？找到他后不久就发现了，其实他也不是假装失忆，而是内心的恐惧让他不敢面对过去的事情吧。毕竟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对他的打击确实太大了，所以我想为他制造一个梦，让他看到生命中不只有绝望，让他相信未来不会那么糟糕。其实这个呆瓜心里也都清楚吧。所以他一定会振作起来，勇敢地走下去。罢了罢了，就让他任性一回吧。哎，既然这件事已了，咱们就该在这里享乐一番。好呀，玉茹姐姐，咱们一起游山玩水，行侠仗义。我们一起。